我可以对你说几句心里话吗？嗯。上次我钱包丢了，是你在我身边。上次我出车祸了，是你在我身边。现在我工作也没了，你还是在我身边。我只想对你说，你说，你就是个扫把星。啊！你说这东西能不能叫八音盒？因为它能发出八种声音啊！可天底下只有七种声音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喏，七种。喏，八种。你再救我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你倒是离家出走，走一个试试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连离奇都不给我量。温馨提示一下啊，您的鞋垫处还有两块钱。我以为我不是一样，可是我就是一只狼。有一天我会把你吃掉。喂，真的热吧，亲爱的，什么味道啊？贵的，我补补就行了，我帮你补啊。哎，亲爱的，快快快快，等等，补好了。哟，没想到你这么心灵手巧。哎呀，我穿上。好嘞。补的真好看啊，好帅啊。哎呀，这也太慢了，调快点。哎，别动，我来。这样行吗？还这么慢呢？这是不是坏了呀？啊！你这当然慢了，你瞧那个，那是我的。